耶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Seven Senses 的张宇阁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可是我再开，你不是更嫌我废话多了吗？好，谢谢。关于变化呢，就是我感觉就很明显，大家忽然之间就站的一个隔一个，然后而且都戴上口罩了，仿佛很疏远、很陌生的感觉。但是呢，大家call一喊起来呢，就又是那个熟悉的味道。就感觉、哎、我还看到一个隔一个，你看他们都是不挨着坐的，哦，有种考场的感觉。对对对，给就是正在看直播的观众说一下我们现场观众的情况，就是大家都坐得非常分散，然后每个人中间隔了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，而且每个人都戴严严实实的口罩。对，而且你现在让观众朋友们听着，好像我们这儿好像是人稀少，我们这儿现在太火爆了，全是人啊，人满为患。对对对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不要误会，我们这边就是火爆火爆。对对，火爆不会被举报吗？火爆，就有秩序的火爆。对，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呢，就是感觉又有熟悉又有陌生，还挺新鲜的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很开心可以回来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